近日，罗意威品牌代言人王一博受邀参加巴黎时装周，成为众多媒体和网友瞩目的焦点。作为罗意威的品牌大使，王一博的选择无疑是明智之举。他不仅拥有庞大的流量，还是一位全能型艺人，在娱乐圈中具备着强大的影响力。这一点从他与王阳在白玉兰奖的竞争中就能看出。王一博以其帅气的外貌、出色的歌唱和舞蹈才华，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明星。他的一身黑衣搭配彩色元素，虽然有些让人难以欣赏，但凭借着他精致的面容，依然能够完美驾驭这样的搭配。有网友甚至将他形容为穿上彩色抹布的既视感。除了外貌吸引力外，王一博还以其完美的身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不仅拥有腹肌，还有胸肌完美的身体线条，使他成为了众人羡慕的焦点。在巴黎时装周的活动中，与王一博同场而坐的外国友人都倍感热情。王一博跟他们热情的交谈，展现出了他阳光开朗的性格。他笑起来有些憨憨的样子，让人忍不住觉得他十分可爱。王一博也有一个被认为是他的短板的地方，那就是他的人际交往能力。有时候他参加活动时会显得有些冷场，如果他能够将自己的人际性格转变成外向激情的性格，相信他在娱乐圈中会更受宠爱。对于王一博的未来发展，人们对他多多演戏，多参与拍摄优秀作品抱有期望。他作为一位全能型艺人，不仅有歌唱舞蹈方面的才能，还积极地参与电视剧和影视作品的拍摄，人们期待着他可以在演艺事业上不断进步，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王一博作为罗意威品牌大使参加巴黎时装周活动，吸引了全球媒体和网友的关注。他的外貌吸引力、多才多艺的才能以及可爱的个性都成为了他受人喜爱的原因。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但人们对他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，希望他可以继续努力，在娱乐圈中取得更大的成就。